室内门口全部封闭。中共校园室内对老百姓全部封闭，不允许出和进。你在这收人吧？我这边翻译几块。对，这样子我去看着，看着。这是上元寺啊，集体老百姓闹事了，不是闹事，叫上访，全部拦住，不允许。派了特警过来了，派了特警过来了。这是以哎，在四门门口全部派出来了。又陪不去你了，哪给你陪去？给我带他妈走个别的吧。好，要带，我冲我来了嘛。冲你要带。